很多知识分子之所以老是犹豫不决，啊，知道了宗教的很多的道理，老是不能够迈出这个决定性的一步，往往就是因为好多关系没有理顺，理性，啊，和灵性的关系，科学和神迹的关系，科学和神的关系，啊，这些好多关系没有理顺，信心和数据的关系。啊，这好多东西没有，所以老是犹豫不决，老是觉得很困惑。想信了，马上有很多概念又出来了，又不能够信。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信主，除了要利用科学和信仰的思辨以外，另外真是需要一个信心的飞跃。啊，求神的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基于关系里边，首先一个关系就是所谓的实证。啊，常常听见人说，拿出证据来。你不是让我信神吗？拿出证据来证明神的存在，有了这个数据我就能够信，因为我是搞科学的啊，你不能空对空的对我说话。经常有人这么说，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信，并不是因为数据不够，很多时候数据够了我们不愿意信。尼采就说过呀，他说我反对基督教不是出于理由，乃是出于好恶，我就不喜欢，所以我就真要反对他。实际很多东西啊，我们要知道不能够把感官的经验和逻辑的推理当作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实际说实在的，很多东西我们大家知道，逻辑推理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手段。逻辑推理必须要有前设的，如果离开了这个前设，你的推理就可能不同的前设，你推理可能要推错了。你比如说，我打一个比方，它有三段式的证明。比如说，第一，谋杀是错的啊，这是一个第一个前提。然后呢，安乐死是谋杀，所以最后结论，所以安乐死是错的。所以它一个前提是什么？谋杀是错的，它一定要有个标准，是不是？它如果说谋杀是对的，它安乐死是谋杀，所以安乐死不是犯罪。你看见没有？前设错了，那后边的你推理就错了。所以逻辑推理只是一个工具。他一定需要一个权威性的一个东西作为他的前设，所以离开这个前设以后，离开了信仰的体系，你整个的推理就没有用的。你比如我前边提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有两个前设啊。第一个前设，他就说所有的物理定律在任何惯性系统，当这个体系这个参照系是做等速运动的时候，它都是一样的啊。第二个假设是任何惯性系统光速是恒定不变的啊，我前面已经讲了，你不管你的飞行速度多快，那光在哪个方向上你测出来都是一秒钟30万公里，不会变的啊，这个很难理解。但是这两个，尤其是第二个假设光速不变，实际爱因斯坦当时根本没有实验数据，他就是凭想象，当时很多人都以为他这个是归于他的这个叫一个试验，叫做麦克逊雷摩雷的试验。但是爱因斯坦他自己说，他很早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想相对论了，根本和这个实验没有太大的关系。实际后来他这个假说就后来才被证明。所以你说很多东西一开始就要拿出实证，实际在真正的实验学科里边也做不到。你看数学算是很逻辑性很强的学科吧，可是实际根据这个数学大师哥德尔他说，实际很多数学的公理或者数学的前设是不可证的。你看得很清，实际好多公理都是相互矛盾的，你根本不可证。如果你是先证明了你才去做，根本数学不能够发展。有人后来就把它比较形象化的举一个例子，他说你比如说有一个人说，我要给这个村子里所有自己不理法的人理法，就谁不理法他跟他理法。那么这样一个命题如果用在他以外的任何人身上都是对的，但是他如果要把这个命题用在他的身上不对了，他
如果给自个儿立法，他的结论是他不应该给自己立法；如果他不给自己立法，他的结论是他应该给自己立法。你们自个儿去想。所以像这些东西都无法证，你说非要证了你才能够清楚的话，你很多东西都不能够进行。更何况自然学科、实验学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前设是什么？相信宇宙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是宇宙性的，永远不变的，对不对？我们实验做不出来，绝不会相信规律出了问题啊，一定是我的实验没做好，就赶紧反复。他怎么知道宇宙是有规律的？怎么知道这个规律是宇宙性的？而且怎么知道这个规律不变呢？这个很要紧的。如果宇宙没有规律，我们得研究什么呀？宇宙的规律还在进化，今天是这样，明天变成另一个样。你今天做得很好，明天就做不出来了，变了。如果宇宙的规律是有区域性的，不是宇宙性的，也很麻烦的。你中国做实验非常好，拿了奖学金到美国来做下，做不出来了，换一地儿了，这规律变了。所以你看，所以这个所谓的宇宙规律的化一性是整个实验学科的前设。那怎么知道？怎么证？不能够证啊！你能够证明宇宙，我怎么证明宇宙有一个规律是宇宙性的？任何地方都一样。这个实际是源于基督教一神的世界观，因为宇宙界只有一位神，这个神是宇宙性的，所以它的规律是宇宙性的。因为这个神是绝对，所以它的规律是不变的。所以这个由这个大的前设，你的实验学科才可以成为可能的。德国、法国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叫巴斯科，16岁就写了《投影几何学的名著》。最后他也提出，他说：“太阳昨天升起了。”今天也升起了，你怎么能够证明太阳明天会同样升起？你能够证明吗？不能够证明。但是你必须相，你一定相信太阳明天还会升起。为什么？因为它乃是源于人的深处对神的一种信心，只不过你自觉不自觉而已。你怎么去证？能证吗？所以从整个实验学科来看，都不是要先一定要拿出数据来。何况基督教的信仰并非没有数据啊，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圣经是神的话，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所在，推不倒的一系列的数据，一系列的证据。所以基督教的信仰绝非是头脑一热就去信一个什么东西，他这位神是建立在这个客观的启示、客观的证据基础上，一个客观的信仰，一个客观的又真又活的神，不是人想出来的。你信他，他还是在那儿；你不信他，他还是在那儿。他是客观，所以基督教信仰绝非是偶然，绝非是主观。多那些神学家的传记啊，大家知道 C.S. 路易斯。这个很有名的英国的这个基督教文艺学家啊，写了很多护教学的东西啊，写的文艺作品。你知道他怎么信主的吗？他在他自传中说，他说1929年有一天晚上，他自个儿跪下来了，接受主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说他相信那一天晚上，整个英伦三岛上一个最不敬虔的祷告就是他的。他坚信，但是没法不信。为什么？他就是最后看耶稣的复活是真的，事实俱在，不能够不信，就是这样信的。一旦信主以后，神把它改变。还有一些神学家，他是被神绳捆锁绑，拳打脚踢，弄给拖到神的国度里的。怎么拖进来的？就是在耶稣的复活上，在圣经是神的话语上无可推诿。他从死里复活，一大能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这样进来的。一旦进来以后，才被神完全改变。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我一直在说是有根有基，它是有数据的。问题是你怎么样如何来看待这些问题？你如何能够突破、超脱人的理性和科学的限制的束缚，能够脱离这个束缚，能够展开眼睛来看这些事情？所以。拿出实证，
不是一切情况都有的，而且基督教也并非没有实证啊，有很多的证据。另外一点是关于科学和神迹的关系啊，我已经谈了，科学是描述神的正常的作为，当神不按照这个自然规律办的时候，这个神迹就出现了。那么这两者是不是矛盾的呢？很多人现在觉得科学昌盛了，尤其是从近代啊二三百年来自由主义的兴起，他们觉得基督教这些东西都过时了，童女生子，死人复活。你说2000年以前科学昌盛的时候，你去骗骗大家还行了，那现在科学都这么发达了，到什么时候了还童女生子，死人复活？结果很多人不信圣经，觉得圣经都是天方夜谭的。结果在基督教内部也产生一种所谓的自由派的神学，就是要迎合这个思潮，同时要人能够相信圣经，所以他就要把很多圣经的神迹奇把它改掉。你比如说他们说童女生子，他说童女生子也不是一个神迹啊，自然情况也可能做得到啊。他比如说有人就说了，他说有些那个母兔哈，雌兔在一个非常惊吓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孤性生殖，他没有受精后，他一个发生出一个东西，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了啊。他反正做一个理由，他就告诉他不是真的。他说：“你看耶稣驴海根本没有驴海，就是因为门徒看见耶稣在对面的沙滩上走，隔着加利利海又看不清楚，而且耶稣好像这是怎么可能这个解释？啊，五饼二鱼根本不是一拨开就变成那么多人，就是因为小孩看见大家没有吃的，把自己的五饼二鱼献出来了。”大家都感动了，这个孩子都献出饼和鱼，那我们的东西也拿出来，哎，结果在他的感动下，大伙儿把自己的东西都拿出来，结果大伙儿都吃饱了。哇，这些东西的解释完全都是和神，这就迎合了很多人的意思，好像让他来信耶稣，信的耶稣根本就不是耶稣了，不是基督耶稣。而且我还看见这个有一篇文章谈到这个现在圣地旅游哈，或者有导游就是把他们带到了当初这个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不是先分红海吗？啊，就把他们带到所谓，那当然不是现在这个红海了哈，那个地方有个叫红海的地方，也是一大片水域，就把他带到一个地方，你看这就是分红海的地方啊，你看水就是其脚脖子大概有一尺深啊，所以水风一吹，那整个那个岩石就露出来了，知道了吗？哦，我那时候明白了，那个观众一听啊，明白了，真是个神迹啊！哎，那时候我告诉你不是神迹嘛，水就这么深，风一吹就没有了。他说是，我明白了，是一个神迹。他怎么回事？他这么浅的水，怎么可以把法老这鸡这么多兵啊车全都淹死在里面了？所以你想这些，你随便解释怎么可以啊？对不对？这水一喝上，整个法老的兵全都淹死在里边，这么深的水怎么可以把法老的兵战车全都淹在里边？这不是神迹是什么？所以有时候人就是真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他一定要迎合现代人的需要去改动圣经。神就是神，所以你相信神和又不相信神迹就是一个极大的矛盾。有神就有神迹，对不对？神他自创造了宇宙，赋予宇宙的规律，他按照他所创造的这规律办，他也可以不按他创造的规律办，对他有什么难成事情？对于我们这个受造物，我们必须服在神所创造的自然力下边。你童女不能生子，死人不能够复活，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受造的，但是他是造物之主，如果他也要受限于他所创造的规律，他还叫什么？他不叫人就算了，对不对？他就跟我们一样了，所以他一定不受这个限制。所以有神就一定有神迹奇事，这是完全不奇怪的事情。而且说实在的，我们今天看惯的大自然，看惯的人，就是神迹啊。所以人说大自然就是我们看惯的神迹奇事，多奇妙啊！不就是看惯了，不觉得奇怪而已。连达尔文都害怕，达尔文看想到人的眼睛都害怕。我明天会下一次再讲。而且今天确实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不断的在发生，尤其是今天当一个人信主悔改归向基督的时候，他得到神所赐的生命，这个人就变了，
这个可是每一个人在各处都可以看到的最普遍的一个神迹。连那脾气都会变的。我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信了主以后，神连我们的本性都可以改的。你看过去在香港啊，那个香港的吸毒很厉害啊，后来青少年吸毒，什么办法都用尽了，就是制止不住啊，把他们关起来劳教，有的人真是在监狱悔改啊，说出去说什么都不行啊，一出去都不行了。我就看一本林志平写一本书叫《舞台》啊，《舞台》其中就写了一篇，就是写这个香港的这个戒毒的这个过程，有两个人，最后哥儿俩不是哥儿俩，就是这个八兄弟了，都得关到监狱里，是最后说发誓，如果我们出去再买这个白面，当场把手剁掉，谁发现谁买剁掉。结果其中一个先放出去，放出去不久，第二个也放出去了。这第二个放出去本来要回家，可是一下走到当初买白面的地方，情不自禁的就往那个黑的角落里边就过去了，把钱一交出去，那边就递白面，一看是他先放出那哥们，那谁砍谁的手啊？就是这样啊，痛苦不堪呐、啊。他并非不想改，但是一上了这个瘾以后，死死的被抓住。后来一个牧师看了这个状况，怎么办？办福音戒毒所，就是在一个岛上啊，很简陋的条件下，把这些吸毒人带来，一起因他们祷告读经，就是这样。很多人这个福音戒毒所里把毒戒掉了。后来引起香港政府很大的重视，结果拨了一批款给他们，让他们再继续做。现在台湾也开始了，我们海外神学院两个同学现在就毕业以后就到台湾去帮助这个福音戒毒所，这个神的大能啊，基督因都完全用自然的权威，不可以解释的，圣经的力量，神的话语力量，神的祷告的力量，这都是很清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常常都可以看见，所以神迹其实真是不断的在发生的，这些都和科学不矛盾的。人不能够做，但是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跳出这样一个局限，要把造物主和受造之物的界限划清楚。这个界限一划清楚以后，很多问题我们都容易解决。我们的难处经常是把这个界限混在一起。我们要不把神从造物主的位置上拉下来，跟人一样高，觉得人做不到，谁也做不到；要不我们要升上去，跟造物主一样高，甚至比造物主还要高，去评判神。有一次，一个慕道友就问我：“哎，他说你们圣经上是不是写了，凡是两个三个的聚会，只要奉耶稣名祷告，神都会垂听？”我说：“对呀、啊，我很高兴了。”我说：“他读得很细了啊，没想到后边问题在后边。”他说。如果这是圣经这么写的，那如果全世界的基督徒在同一个时间都奉耶稣的名向神祷告，请问神听谁的呀？哇，这个问题问得真正有词，对不对？全世界20亿基督徒都奉耶稣的名向神祷告，那听得过来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圣经写的肯定错了。是啊，如果是人就没办法，你俩人同时跟我说话，你听不见，对不对？要一个一个说，我不能一个耳朵听他，那个耳朵听他，对不对？说人做不到，他就觉得人做不到，神也做不到。你看就是这样。或者有人说，听说你们说信主以后，信了主以后哈，都要复活，最后上天堂。历代多少人能装得下吗？天堂有多大？都没有开眼界呀、啊！宇宙有多大呀？我记得前面已经讲过了，光太阳就是地球的130万倍呀、啊！太阳在银河系里边算什么呀？所以像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开我们的眼界，完全从人的角度去想神，觉得人做不到，神也做不到。有时候呢，我们要升上去，跟神一样高，甚至比神还高，去论断神。哎呀，神怎么会这样做啊？这样做不对啊！啊，神怎么领人这个领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出家埃及进家来？怎么杀这么多人呢、啊？这是这么残酷的神，我怎么可以信他？啊，神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神为什么拣选这么小以色列民族做他的选民？为什么不拣选我大中华民族？啊、我大中华民族人多势众，如果拣选我大中华民族，福音早就传到地极了。那意思是他来做神，他比神还要高明。
你像这样，你怎么可以找到神呢？他一评判神，读不懂了，圣经我不能读了，这个东西我完全不能够接受。他一定要用他的理性给神画一个圈子，你一定要这样，要这样，我才能够信你。请问这样信的神，信的是谁呀？信的是你自己呀。是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把这个界限画清楚。有时候也说，哦，神非要让他敬拜他去赞美他，是不是神也很虚荣啊？非要别人赞美他，他就心里才痛快啊！我就低不下这个头，我就不赞美他，可怎么的？是，如果神只是个人，你可以不敬拜他，不赞美他，但是你知道你敬拜赞美的是谁吗？很多人受不了这个敬虔的气氛呢。我过去在慕道的时候也是这样，去了教会，一唱诗一祷告我就出去了，受不了，还到外边去乱转，转到最后人家开始讲道了再出去听，听完以后就挑毛病，啊，这个讲哪个地方有问题，哪个有问题，就是这样，受不了这个气氛。如果他只是人，你可以不拜他，你可以不赞美他，你有什么了不起？我非要赞美你，但是你知道他是神呐、啊。如果今天布什总统邀请在座的哪一位到白宫共进早餐，吃完饭以后给大家照一张相，恐怕布什跟你握手的照片放在大大的一个最好的镜框，对吧？放在屋子最显眼的地方。为什么？美国的元首跟你握手，你没觉得他很委屈你吧？对不对？那觉得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对吧？当然他很高了，美国的元首是很受尊重的，可是在神的眼里他是什么？受造之物啊，这是一个受造物而已。我们的神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万王之王啊！不是说我们今天去荣耀去赞美他，他在荣耀，他在神的荣耀是他的本心所决定的。说圣经的很清楚的讲，在万事以前他就那么荣耀，为什么？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就决定了他是那么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有资格、有机会去赞美、敬拜神。实际是神爱我们，神恩待我们，我们才可能和他有这个关系。否则你这个渺小的人和这个神能够建立什么联系啊？实际是通过赞美，通过感谢，通过敬拜，是神让我们通过这样一活动能够得到福气，能从他得到赐福。你赞美不赞美他，完全不有损神的一切的荣耀和尊贵。所以像这些问题你搞清楚以后，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而且神迹，我前面已经讲了，神迹和科学研究并没有直接的矛盾，因为这是神恩典和应许。啊，挪亚洪水以后，神就说了，以后再也不用大洪水来绝灭人，而且挪亚洪水以后就让春夏秋冬架设，昼夜运转不息，也就是神就应许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再行宇宙性的大神迹。直到主耶稣来，新天新地来到，才有宇宙性大神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的神迹在时空都是有限的，啊，你以水变酒也好，死人复活也好，都是很小的时空。所以在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空间都是神让他按照自然规律在运作，所以这个才使科学研究成为可能，是吧？如果神老是在行宇宙性的大神迹，你科研根本没办法。所以这个都是神的恩典了，所以要看到，所以这个中心科学和神迹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啊，没有矛盾。再一个问题是关于信心和理性的问题。什么叫理性呢？我前面已经谈到了，理性就是所谓的通过推论、分析、判别，确立人们对外界事物的态度的一能力。啊，通过我的观察、分析、思考，然后我确定对外部的事物我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对外界事物的接受、依靠的一种心态或者行为。那么圣经讲的信心，大家当然更具体了，那就讲对未见的事情，你比如说神和他的创造、他的救赎、他的应许、他的国度的一种接受、相信和依靠的态度。那么这两者之间，人们常常觉得有矛盾，常常认为基督教不讲理性啊，只讲信心，不用理性，头脑一热就去信了。实际基督教不排斥理性，我说过很多遍，只是基督教的信仰是超越理性的。我们很多时候老是觉得啊，我们很难有信心，
信主要有信心很难，实际常常需要信心。如果我们人没有信心，可以说你寸步难行啊。我前面谈到了光既是粒子又是波，大家说非常好，实际这二者完全不能够兼容，只能用信心来接受。怎么可能一个东西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是波呢？需要信心的。今天大家敢做的这个建筑物里边就是信心的表现。你相信这房顶现在不会塌下来，那么请问哪一个人在进这个教堂之前先爬到房顶上去检查一下有没有危险呢？你没有啊。你为什么敢坐在这儿？因为你相信这个教堂的人很负责任的，他们一定经常在检查在维修，如果这个房顶出了问题有危险，一定告诉你们这是危房，不要进来，对不对？那你的命交给谁的？就交给教会的人。你真认识他们吗？你真了解他们这么负责吗？这就是信心的。你去坐飞机也是信心，对不对？你相信那飞机是安全的，你像那个驾驶员没有喝酒，那开飞机不会出问题，你得赶紧坐啊。我是从9119月14号就第一班飞机就出来了啊，那是机上根本没有人，二三百人的飞机三五个人，提三个小时让我去说检查得很严，结果五分钟就通过了，根本没有人，因为整个偌大一个机场空空如也。你看9月14号第一班就飞出去，那我心里怕不怕？也有点怕，但说实在的，因为神在这儿，我对神有信心，我相信一切都是他掌握的，掉下来也是他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不怕，心里有平安，这就是信心，是这么重要信心。那今天这边开一个中餐馆，我一吃很好啊，价廉物美，给别人给说马上就去吃了，你没说先买出一盘来先化验一下有没有毒啊，营养成分有多少，没有啊。马上，为什么？你相信你朋友不会骗你的，对不对？你一吃果然很好，所以都是运用信心的。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要有理性，我们很难有信心，实际你没有信心根本常常是寸步难行。我们经常是用我们的理性来削弱我们的信心。你看圣经也记录一段，在马太福音14章讲到门徒看见耶稣离海啊，我前面讲到耶稣离海，这彼得就很可爱，耶稣看见彼得看见耶稣在水上走，他说主啊，如果你允许也让我在水上走过去吧，主耶稣说好吧，你来吧。彼得就这么可爱，他就船上下来就开始，他也在水上走啊。你看这凭着信心就往耶稣跟前走，突然他一看周围的风浪甚大，心里就害怕了，马上就开始往下沉。为什么？理性出来了，我在干什么呀，这么大的风浪我怎么可以在上面走，一下掉下去淹死怎么办呢？理性一出来，信心一小，马上就往下沉。主耶稣马上伸手，为何要怕呢？不用怕，你看看吧，这就是信心。他当初是凭着一个单纯的信心，神允许他过去，所以他就凭着信心往前走得很好。当理性一下占上风的时候，一下把他信心削弱，马上就开始往下沉。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信仰上也是同样的，你本来已经领受到了感受到了神的呼召要去接受的，马上你的理性就出来了，要把它消灭掉。所以我们理性很多时候都是说我们一定要看见了才行，要明白了才行，就理性要通过嘛。当初我在 Cleveland 也是这样啊，问他们的问题啊，把他们问的都简直是无可奈何。说你冯秉成的问题怎么这么多呀？说你先信起来好不好？你先信起来就知道是真的了。我一听以后大不以为然，我说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我怎么可以先信起来？那信错了怎么办？我说这话是有背景的呀，你们年轻的恐怕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我突然就想起文化革命了。因为文化革命期间林彪说过一句话，他说对毛泽东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是林彪的原话呀，是不是？我想在座的老人们都点头了啊，都是真的，我没有瞎说啊。实际当时我们真是这么做了，毛主席一发最高指示不过夜啊，半夜所公布就马上就起来敲锣打鼓啊，到处去宣传最高指示，不理解也执行啊，啊，在执行中加深理解。那现在证明是错了，最后知道都错了，文化革命是10年的浩劫了啊，我们国家已经做了结论。
你说现在我还能够这样啊？不理解，先信起来再说，一信起来就知道，这那万一信了怎么办？我再去犯一次错误，再去受一上一次当吗？当时心里完全不能够接受这一点。但是当我信了主以后，我才知道他们讲的是对的。为什么？对于属世的事情，你一定要明白了，你要看见了，你才信。但是对属灵的事情，你要先信了，你才能够明白，才能够看见。为什么？差别很大。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说，属血气的人不明白属灵的事情，还以为是愚拙啊。这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为什么？因为属不是属血气的人，但我们每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和神的关系断绝的人，都是属血气的。你对十字架呀、同一生的死活，都是觉得愚不可及，你根本不可能信的。那怎么样才能够信呢？唯独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只有圣灵的才深得万事。什么是属灵的人？谁是属灵的人？当我们因着信，接受主耶稣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圣灵就会进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去。有了圣灵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就成为属灵的人。所以圣灵就会带领我们进入他一切的真理。这就是为什么先信起来就会明白，先信起来会得到圣灵的进驻，圣灵就会带领我们去明白很多属灵的奥秘。这就是属灵和属实的差别在这一点。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个经验的，信主以前好多圣经读不懂，好多问题想不通，但是一信主以后回过头一看，好像很多问题就很自然了，一下就一目了然，因人而解。为什么？圣灵在里边。是，这就是差别。所以我前几年开始去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也是这样跟他们讲几讲一个心理。有时候讲完第一讲，有人说：冯老师，我要信主。我叫什么姐啊，你刚信第一讲就要信了，你没弄清楚一点啊，你把这个都听完了，你道理全都明白，你再说信不信？造什么？你要做一传道人，不让他们信主。我就觉得你一定要把道理搞清楚。实际后来，随着在整个传福音的工作当中，我在这真挚深深的体会到，一个人要信主，乃是神的大能，乃是圣灵的工作。不是道道理，道理重不重要？道理也重要，但是道理不是决定性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一定不要用理性来压制、来销毁我们的灵性，而是要用灵性来引导、来升华我们的理性。我记得我们教会在94年第一次我们教会自己办福音营，那一年呢，有好多从国内刚来美国的这个念研究生的同学，我们就不带到山上去，免吃免住带到山上去，反正就走也走不掉啊，开车就把他送过去，不听也不行啊，就是这样，也给他们好吃好住好玩啊，要给他们好的信息。后来结果第一讲讲完，神的存在都还没讲耶稣的救赎，就从哎三个人信主了，从来没听过福音的。哎呀，我都挺担心他们的。后来其中一个就转学了，不久就转学了，几个月以后就转学了。所以我一直惦记着他，我也不知道他最后会怎么样。后来一年以后啊，我就到他所在的这个城市去，我专门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开车来，我要到你那边去看一看。结果完了以后，他开车来接我，在开车的路上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学习怎么样啊？先拐个弯吧哈，你学习怎么样啊？哎，他说学习还挺好。聊一会儿，我说你现在信仰怎么样啊？一问他没回音儿，哎呀，我心想可能坏了，就是这样嘛哈，你刚信了，光听了一讲就信了，信了这边可能也没有跟进，可能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半天不说话。我说你就实话实说，你是怎么想的你就告诉我，都没关系啊。他憋了半天，他说冯老师啊，可能或迟或早我会去当传道人的。哎呀，我一听我说感谢主，他怎么会叫他讲憋了半天，他说要当传道人。那次我就心里很受安慰。三年以后我再一次见到他，他把我带到他所住的地方去，从头到尾数算神的恩典。
他说从我第一天信主到现在没有一次后悔过呀。哎，我就看到神的大能，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说信心和理性之间的关系，信心和灵性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常常想到我们只有理性只有感性，我们应该想到我们是有灵性的活物。所以求神来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开尤其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属灵的事情，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所以今天你看每一个人信主的经历都不一样，有人听了多少次反复的思考，非常的慎重，绝不肯轻易踏出这一步啊！我这就这样一个问题一个问，还有人一听哎，一下就信主了。有人说你怎么刚一听就信主，从来没听过，你怎么这么草率呀？我告诉你，你不要说他草率呀，他的悟性比你高啊，他一下就从零就悟到了，哇，这位是真是太信了。实际你从哪一条路走都行，你想一个问题你弄清楚的再行也很好，你想一下就悟到就行更好。为什么？早信早得福。既然你不管从哪条路进来的，神都可以帮助我们。如果你是感性理性太强，一个问题问进来的，神就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去经历它，增加更多的感性的个人的经历。如果你是从感性这样进来的，一下就悟到了，神就会帮助我们去明白他的真道，明白为什么要信，信的是哪一位，信仰的根处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不仅说可以帮助我们更坚定我们的信仰，同时我们还把福音传出去了。别人要是问你，哎，你信主了信主了，为什么要信呢？反正我就信了。这个信的是真的吗？也不清楚啊，反正就是我就信了。问你什么问题都答不出来啊，三个月以前问一个问题，三个月以后问同样的问题还是答不出来。所以有一个宣教士就是说，如果因为我们的无知，我们只能使不信者更加不信。人家说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信，就是迷信了，是不是？所以彼得怎么说？若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要常着准备，以温柔的心回答个人。因为我们信的是有根有基的这位神，一定要把道理讲清楚了。但是你要相信，你凭着信心进到神的面前，神就会带领我。我记得我的老大，我们92年复活节受洗的时候，他也跟我们一起决志受洗。我觉得他还小嘛，我说你是不是清楚一点再受洗？他说我清楚。那你说这父亲怎么说？不清楚啊，既然清好，一起受洗。受洗完了以后就跟着我们去查经班去教会，也没有单独花时间给他讲更多的道理。就后来有一次两三年以后，我们教会来了一位探亲的父母，他是从北京来的，是个基督徒，是来了以后一定要找教会。结果的女婿没有办法，就带着这来到教会。结果来到教会以后，那女婿到查经班一听都满脸了，完全跟他想的不一样啊，很多东西不能够接受，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就大家给他解释，解释的也不太通啊，结果就散了。查经班散以后，他一下把我儿子抓住了。哎，他说你过来，你也信耶稣吗？啊，是啊。来来来，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他要我跟他讲道理。哇，我当时一听，我心里也着急了，我也不知道我儿子能不能答出来啊。当时我正在跟另外一个人谈话，我又不好意思马上去帮忙，说我得留一个耳朵哈，虽然不能两个同时听，适当注意一点哈，一边听着一边，一个听着那边，看他能不能说点什么。哇，他答不出来哈。结果没想到我的孩子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下说了一大堆道理，听着这个人听着，哦哦，就这样，我的心脏哦还有点道理，有点道理，一点只有一点点。不到几个月这位就信主了。你看见没有，神他会做奇妙大功啊。你就好好的跟随这位神。当然如果你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这样问过来的，当你觉得这些基本问题都解决再信，你这样信的根基是比较稳固。所以你信主以后呢，你不太容易太大白大摇。为什么？因为你好的道理都清楚，你知道为什么信。那对那些一下就悟到的人，
还不太清楚道理，他信了主，他就可能会有动摇，但是没有关系，他进到主里来以后，神就会帮助他，会坚固他。你不要不着急。实际我现在觉得什么，你现在能够悟到这个神，觉得信他是最好的。为什么？早信早得福。你像我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进来，好不好？好，但是有危险的。也许你问了这个过了好几年的时间，到最后一个问题你过不了这个坎儿，你还是没有进去。所以基督教的信仰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每一个人和神之间的这个个人关系，这是最根本的东西。离了这个，一切东西都是变成虚的东西。但是这个关系怎么建立起来？一定通过你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的救赎，这个关系才能够建立起来。所以如果你一个问题问，这个是不太保险的。所以我很建议大家一下就悟到就行。真是有这样的。我前年在香港这个福音营完了以后，我就想去买书，我就喜欢逛书店，结果又逛了几天书店，最后把最后一分钱花光，这就甘心了，是买了几箱子书回来，结果把书店的人都感动，你买这么多书怎么带回去？我说没法带，我们用车给你送到你住的地方，主动来送免费啊。所以我就，所以他们说好，你白天晚上你复试好不好？我说好。是晚上就到不同的大学去跟他们讲，有时候开座谈会，就有一天晚上就到理工大学去开座谈会。那么座谈会都快开始了，结果后来气喘吁吁的赶了一对年轻人，是上海同济大学眼科的毕业生，啊，上海同济的这个眼科是很好，他们在香港来进修三个月，已经过了一个月了，还有两个月就要回去了。结果呢，因为这个两位的这个老板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今天知道理工大学有一个座谈会，就请他们来。结果他们还没找不到路，最后又走丢了。怎么赶来的时候已经快开始了，刚一坐下，这个男的就说了：“他说我是学医的，我绝不可能信神。”我说：“你慢着，你是学医的，你就不能够信神吗？”我说：“我在美国的医学院当教授，我现在是基督徒，你怎么可以说你是学医的就不能够信？先来了解一下，你了解基督教吗？不了解。我说你不了解，你敢说你不信啊？我说你先听听，了解了以后再说你信不信，好不好？人家没人强迫你。他好好好，情不自愿的就坐下来。坐下来我们就大家一起座谈聊天，他也提醒我，他没提太多问题。结果座谈结束，我说今天我不呼召，你们如果有神灵感动你们，你们就来告诉我们的同工，我们一起来做决志祷告。那好啊，完了以后我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走，突然那个小伙子呀，捂着胸口就过来了。他说：“冯老师不好。”我说：“怎么了？”“心动过速，啊，叭叭叭叭叭叭，跳得没有办法了。”我当时哎，是圣灵感动我呀，我都没说你赶紧去看一下 emergency 哈，赶紧到这个急救中心去看一看，我没有这么说。我说圣灵在感动你，你要不要认罪悔改？要，你看看。当场我就领他做决志祷告，一个小时从无神论者变成基督徒。哇，那些同工们高兴的都直跳啊，你看见神的大能。所以一个人能够信主乃是圣灵的感动，圣经说得很清楚啊，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的。按照我们的本性都要自己做主，谁愿意去接受一个外来的东西做主？除非是圣灵感动。所以这你看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就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真正把理性和感性啊，信心和理性这些关系都捋顺了，把科学和神迹这些关系都捋顺，你就好办了。如果我们老是在理性和科学这些束缚啊不能够解脱出来，我们就很困难。我一直在说，基督教不反对理性，也不反对科学，乃是超越理性、超越科学的。所以我们的信心可以从理性和科学入手去思考，可以作为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点，但是你要找到这位神一定要有信心的非要突破理性和科学的限制，飞上去接受这位神，你才能找到这位神。如果你一直在理性和科学的限制当中，你就没有办法。有一个牧师曾经对我讲过一件他们教会的事情，他们教会他说有一个姊妹非常的爱主，但是呢，这个姊妹的先生是一个医生。这个先生说呀，说基督教什么都好，就是这个童女生子，我不能够接受。
我是医生我还不知道，童女怎么可以生子啊？是什么他也不能信主，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来教会。那么这个牧师呢，他有个习惯，他就是每一次讲完道以后啊，他就说，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什么要求，有什么需要我祷告的，你们就上前面来，我一一为你们摁手祷告。啊，结果有一次他讲完道也这么说了，说完以后呢，很多弟兄姊妹上来，发现这个医生也上来了，他心里很奇怪，这个医生都没有信主，他来干什么？那不管了，他既然愿意上来，我就为他祷告嘛，啊，所以一个一个这样祷告过去，最后祷告的这个医生跟前了，他说：“某某医生，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为你祷告啊？”这医生说：“他说牧师，你知道我是学医的，我不能够信童女生子。”医生说：“牧师说知道。”他说：“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快顶不住要信了。”这牧师说：“好啊，你要信呢，就赶快信了，让我怎么给你祷告啊？”他说：“我求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这个牧师说：“岂有此理呀！我当了几十年的牧师，我当牧师就是赶紧让每一个人赶快信主啊，我还会叫你祷告顶住不要信的吗？”好啊，赶紧过来，为他按手，主啊，你开他的心，开他的眼，求他能够看见，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不到两个月，这个医生就信主，他还是医生，童女生子还是童女生子，结果还写了两篇关于童女生子的感想，你看到没有？所以就看，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人做不到，神做得到。这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一直要在理性中间打圈子，永远没有办法。我上集讲也讲了，要看神迹，神迹不太神，你又说他是凑巧了；神迹太神了，你说他一定是错了，不可能。为什么？你因为从心里就不会信他呀。你要看什么神迹的？最大的神迹是什么？耶稣的复活，耶稣的显现，应该是最大的神迹了吗？你看马太福音28章怎么记啊？耶稣复活以后到橄榄山去，所以门徒也去，很多门徒看见他就拜他。但是圣经怎么说？也有疑惑的，看到这个复活的主还要疑惑，你还要看什么神迹呢？如果你就抱着一个不信的心，天大的神迹出来你也不会信的呀。你本来就不信，你要除了科学以外不符合的你也不信，所以想再多的东西你也不信。所以主耶稣说了，好多法利赛人说，显一个神迹给我看。主耶稣说，在这个弯谬悖谬的时代，没有神迹给你们看，因为你看了你也无用啊。是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所有的这关系上，能够处理得得当。所以信心的非要是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信心的非要，信心的建立，并不是一种心头一热没有根据的。所以我们来教会，来查经班，读了圣经，读了神的话语，看看周遭基督徒的榜样，真是可以说有云彩般的见证人就在我们的周围。所以我们这个信心不是没有根基的，是在我们对圣经话语的理解上，对基督教的认识上，对神的认识上，对周围的见证人的身上看见了这个生命的力量。是这里边也看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的改变非常的重要，不是靠自己，但是要靠着圣灵的能力，让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更新，别人就能够从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当中看到这位真神的作为。很多时候啊，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啊，传福音跑远远的，很少向自己最亲近的亲朋好友传福音。为什么？那很难的。你向外人传福音就比较容易了，他出于礼貌，爱听不爱听他都得听着。你向家人传福音，尤其向长辈传福音，他爱听就不爱听，就骂你几句，你没办法。更难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
最亲密的人面前都是透明。你信主以前是什么德性，信主以后什么德性，别人看得一清二楚。如果我们信主以后生命没有改变，你讲的道理再好不过是说教。他不是说光说你表现不好就完了，他是从根本上来怀疑我们的信仰。你说信仰这么好，你一信主圣灵就进去，你得到新的生命，你怎么还是一个德性呢？对吧？他是说根本上来怀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怀疑圣灵的真实性。所以常常我就是不知道，他说哎，我看那个基督徒也不怎么样啊，他不如我了。我是对他们讲，你不要看人要看神，这是对的。但是对我们弟兄姊妹讲，我们如果是因为我们没有靠着神的大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绊倒别人，让别人不能够信主的话，将来我们的神面前是很难交账的。但是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好，我们教会一个姊妹信主以前很厉害，在家里称王称霸，这个丈夫是受气，结果她信主，她一信主丈夫非常高兴，丈夫说我太太信主了，我也得救了。他不是他这个信主得救，来说太太信了之后就知道丈夫是家里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从此在家里不称王争霸，这个太太不受，这个先生不受气，他说他得救了。他这个太太的改变就把先生吸引到教会，他就来看一看是什么力量让我太太改变了，怎么一信主就会变了。你看这就是力量。前不久我又见了他，哎呀，他说冯弟兄啊，我现在和我先生关系好着呢，就好像又开始度蜜月了。这50多岁的人了、啊、真是一个相亲相爱啊。所以弟兄姊妹，我给你讲的这问题就是，这个信仰是真实的信仰，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突然的，不是说没有根基的，是完全有根基。但是我们对神有充分的证据，没有完全的证据。你说你一定要全都明白了，全都看得清楚了，你才信吗？你永远不能够信。为什么？你毕竟眼睛看不见，手摸不着。所以一定要一个对未见之事有一种确据，对神的话语要有一种信任。你否则再摸到10年还是一样的，你最后一定要有一个一跳，你没那一跳永远不行。你看很多人在教会多少年了，有什么特别聚会他还会邀请慕道朋友来聚会，说在别人面前的俨然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他在神面前就跨不出这一步。等什么呀？好像等一个神迹奇事，等一个特殊的感觉，在最后push一下，什么都不是，就是要有这个信心。你飞扬上去和神建立的关系，你就慢慢就看见了很多东西。你说你一定要看见了，永远看不见。这个原来宾州大学一个高能博士从台湾来的，他后来信了主，信了主以后现在回台湾写了一本书，写得非常好，叫漂浮的苹果，苹果是漂浮的。他是从高能物理的角度来谈信仰，谈得非常精彩。我都建议你们有时间可以买一本来看一看。他其中就讲了一个例子啊，就讲的这个信心和看见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启发就很大。他说呀，他说你如果在大气以下哈，在地球上只要是白天，不管是阴天晴天，不管你是在太阳垫下，你在阴凉处，你都可以看到阳光。因为阳光可以直射，可以斜射，可以漫射，可以反射，反正都可以到你的眼睛，对不对？他说但是到了外太空就不一样了。外太空，你的飞船在外太空飞行的时候，你要回过头去看太阳耀眼的光芒四射啊，意思是你说我现在再回过头来顺着太阳的方向往前看，那前面会不会是一片光阳光灿烂呢？他说不是，一片黑暗。为什么？因为外太空基本没有粒子，所以阳光一直就往前走，它绝没有东西在反射到你眼睛，你除非转过头去看见它。但是他说如果你相信在这个黑暗里边有丰丰富富的充满了阳光，你马上就看见了。怎么看见？他说很简单，你把你的手从太空船上伸出去，你整个的手就在黑暗中闪闪发光。为什么？太阳光通过你的手反射到你眼，所以你一相信有阳光，你一坐马上就看见。但是你说我不信，我除非看见了我才信，你什么都不做，那你就永远看不见。
这个例子我觉得对我印象很深，这就讲了信心和看见的关系，信心和理性的关系，信心和证据之间的关系。真是我们这位神是那么高那么大，同时又那么爱我们每一个人，他在敲每一个人的心门，让每一个人敞开心来接受他，来悔改，来归向他，是求神来帮助我们的。尤其我们知识分子突破科学主义的这个误导，突破理性和科学的局限，让我们真实能够有一个信心的翅膀，能够飞翔，在理性思索、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有一个信心的飞跃，去接受主，让他成为你的父亲，你成为他的儿女，进入他的永恒的国度。我想，我们真是这样做到以后，你就会感到你完全进入另外一个新天地。这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想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讲的是那么样的清楚。我们绝不要本末倒置啊！我再重复一遍，科学只是去认识神所创造的规律，它不能够创造规律，也不能够改变规律，它只是认识发现规律，但是规律早就存在了。我们怎么可以因为发现的规律我们很祝贺一个人？你比如有人得诺贝尔奖金，好不好？很好。为什么？他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规律，那大家很高兴。那究竟哪个最呀？哪个最重要的？是发现规律的重要的，还是创造规律的重要的？我们常常是去祝贺那些发现规律的人，却把创造规律的神冷淡在一边，不去看他。就好像是说，有一天有一个人突然发现在一个地方墙上一幅非常漂亮的画，哎，很高兴啊！他发现一幅这么漂亮的名画在这儿。大家都祝贺他，哎呀，你怎么会发现这么好的名画？从来不会，这画是谁画的？怎么会挂在这儿？你说这个在理性上是不是都已经颠倒了？是不是？我们怎么可以去崇尚科学的发现，去祝贺科学的发现，祝贺科学家的成就，反倒冷落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神？是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实际很多道理你稍微想透一点就那么简单。这个东西怎么会是矛盾的？怎么会是冲突的？完全是和谐一致的，就看你是从哪一个角度去看这些问题了。所以科学和信仰还牵扯到很多，因为我自己走过了这条路，我都很想有一个感动，能够将来有机会，神如果允许我，把这几百年的历史捋一下，看看当初科学和信仰是什么关系，怎么样走到了今天科学和信仰分家。科学现在很多人用科学来否定信仰，来反对信仰，实际要让大家回到科学的本来的位置上去，能够成为一个认识神、荣耀神的一个工具。这样的话，可能带一大批知识分子能突破他们理性上的这些障碍，真正能够认识神、来归向神。神也需要知识分子，需要一批能够委身的知识分子来跟随主，能够在正道上建立，能够在生命上建立，能够更好的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我们毕竟今天我们的任务还任重道远了。今天60亿人，只有20亿基督徒，还有40亿不是。所以我们今天任务还很大，也求神来帮助我们，真让我们走好这一条路，能够在科学和信仰上走好。你就今天成了基督徒，神也绝不会，你不要担心我是不是让你把科学放下当传道人，你不要担那个心啊。当传道人不是随便当的呀，如果神不呼召你，当了神也不喜悦。所以有人说，神真传道人不是真自愿兵，乃是抓壮丁了，不是说你自愿去当就行了。神不要你，你去了也不受喜悦，神要抓到你，你想不当也不行。神一定在各个方面对每个人的带领都是一样的，都是各不相同。也许让你当科学家、当律师、当教师、当家庭妇女，你去当医生，你当传道人，一定是这样分开的。如果大家都当传道人，这个社会怎么办呢？好，所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带领，但是你当接受主以后，你有神的灵在里边，神就会让你在你所命定的岗位上好好地把你的本职工作做好，去荣耀神，去见证神。所以这个科学和信仰不矛盾了。所以希望我们的朋友们
好好的思考，好好的思考信仰和科学之间的关系，能够突破我们原来世界观方法论的一些局限或者错误，真正是按照神的启示来认识他，来接受神的启示，最后来认识这位神。好，我们今天我想就谈到这儿。